你没事吧？受了点小伤，我感觉到这里已经被布置了大量空间限制阵法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都怪我太大意了。你也小心一点。哼，今天你们两个就要死在这里。他的修为是造化神王境。这杀气，他和杀神白起修炼的是同一种功法。你猜得不错，可惜了，你们来到了这里，是你们的运气不好。无上杀道。你先恢复修为，我来对付他们。我还能一战。你给我乖乖坐着修炼。不许打我的女人！就算是你全胜的时候，也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如今你在我设下的空间咒印里面。去死吧。纵使你的实力远在我之上，那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是空间神王。不对，没想到你居然能伤得到我。我不但可以伤你，我还要杀了你。想杀我？哼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趁着空间神王正在和他打斗，我先解决一个。哼，去死吧。即便一敌二，你们也休想伤他分毫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居然是火焰神王的真火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实力居然成长到了这般程度，之前他的实力远远不如我，如今他却能够与造化神王有一战之力，不能让他再成长下去了。先解决了他再说，他才是空间神王的力量源泉。